进老干爹的防御塔，这还想来啊，但是有小兵闪现一，哎呦哎呦，也空了。西野好像刚茫茫焦土是第一时间，如果有可能被问穿、啊、看不到，这里想硬追吗？但是一个标没有标到，哇，这绕了西野一大圈，西野已经是露了一个表情说，兄弟这波太深了太深了，直接回去吧。下路一不做二不休，顺势来越一波，不能一无所获。知道 Kramer 没有闪现的，但是飙到以后 Wink 也补上闪，这波就要硬杀你吉格斯。但西野这边也有 TP， 直接亮 TP，IG 也亮起来。闪现只直接指左边过来的一个 Luki 是没有闪的，轰拳先打了一波伤害，但是扛不住了。但后续怎么说？感觉 IG 还不想放弃。西野捡了一哦，但是他闪现去响一，但是被控制住了，好像是被 Lucas 这个关键控制给控死。一标没中，这边还要考虑越吗？但小兵已经被清掉了。这波再交一个 TP 过来，熏先一标，这边拉一下防御塔，一个仇恨踩了要踩到两个人，感觉这波还可以，而且 Luki 活了之后又踢了过来。是的，所有人都来下路了，这时候 Shadow 终于从中路赶到了下路，但是战场感觉已经打完了。IG 现在五个人都还存活 ，Luki 这边还有一技能吗？感觉没好，好意思已经消散。我觉得这波 IG 可能得撤了，见好就收。是，但 Shadow 这里也是过热了，感觉 Luki 有点难走，走位很漂亮，先扭个 E， 哎呦 W 炸了四个，但是强一点。说实话，四级阿卡丽不知道有什么用。别尬黑好吧，阿卡丽如果能 QA， 能拉出潜龙印还是有伤害的。只能说前面看了两波 Luki， 先看一下这波西野很凶硬追，但是自己看到 Lucas 过来以后也得撤，经历了一波非常大量的团战了。哎，强弱烈如拉回来，西野要死了，但 Mark 来的很及时，一个纸又被 Luki 的走位扭掉，是，但是没什么机会。Luki 想拉晕了，这波再大招爆回来，卢卡斯也是直接用一铁树轰落，西野牢牢的被控死，但 Phoenix 过来一个红色大盾定住了 Luki， 带一个 Q 技能也把对面的中单给击杀。Shadow 闪现躲掉了 Wink 的一个大招，勋赶紧跳过去，看到一个鳄鱼二段大力大招进来，这边挑直接挑 Shadow 这边，哇，直接一个二段大招已经完全补回来了。这波配合还是很好的，但是确实兰博这个大招位置撒得非常完美，是一条线跑了三个人，然后把 Luki 给。但是 Kramer 跟 Mark 还有 Shadow 三个人是想要防守住这座防御塔的吗？ Mark 交闪躲过威布斯的一个大招，但是 Luki 从左翼杀进来，拉到了 Shadow， Shadow 血量很危机，熏进去扑击再闪现出来，但是一个大招炸下去，熏给自己打了一口没死，但是鳄鱼切入了，他有机会直接拿到两颗人头。 Lucas 上马有一个小护盾，但是 Kramer 这边也走不掉了，一个 PK W 炸一下，再一个红度 QQ 死损武挂上 Mark， Mark 原地开一块秒表等，但鳄鱼在旁边做一个保护，是这一箭射过来但没有死，Mark 开启 W 扛住了这一箭，走掉了。然后另外一边内尼也是叫二段大哥怎么走 Q 闪过来想要硬换，但是吉格斯的闪现是让他没有任何机会，是的，打到连西野都复活了、哎、TP 过来还从后面拿了这颗人头，还说的没错就是回来了，但是这个打法上面变成撤退上面，在那个隘口被吉格斯打了太多输出了，主要还是这波其实进的有点深、哦、就这一波抓完西野拿中路外塔其实是非常赚的，嗯，对吧，这个先锋第二条先锋是直接把接近满血的外塔给带走，主要还是这波其实IG想好了越塔直接让奈妮 TP 过来，对，然后你看 Luki 是挺进过来、拉，你看甚至熏直接是扑进塔里，我这个日炎要不然斩杀了加一技能，就我们一直说下路这边可能吉格斯跟雷欧娜的配合没有在对线打出来，但这波团战打出效果了、嗯，损五，然后这个时候不能二段一，没有这块表的话二段一应该直接秒了，而且这 W 还没结束，所以这一箭没射死。那温克这里好尴尬呀，他不舍得第一时间交闪走，他选择闪现向前。嗯，这波受伤，要不然他刚不管是对 Q Mark 还是后面杀吉格斯，对都没有 W 技能。兰博大招撒下来，温克没闪的又大招定住，这里走不掉了。但鳄鱼直接把他给烫死了。变脸是虽然吃了极勇的一个吸，但 Luki 的血量也很危机，一发红拳打出了很高的效果，但 Mark 也没有死。Kramer 隔墙还在丢自己的一个弹跳炸弹，正面再杀掉，西野再捡了一个 Rare 的一个灵魂。这家店里面有两种安慰奖，有一个还比较好，他拿的是那种比较差的。就上一波交闪了之后，这波直接伏笔。嗯，就这把老玩家这个远程大招配合火力太猛了，而且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是生命危险。对，你看 Kramer 从头到尾是不掉一滴血的。对，
就我三个大招一放，然后一样同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你发现伊藤瑞尔的手长面对一个比你更长的人，我又是一样、哎、死了一个彗星，我对一发彗星抱歉，直接拿下了大杀特杀。那这样的话不会被一波吧 IG 大龙 buff 还有40秒，有点想法，老干爹选择再往前压一波，这边 Duki 是把人抱了过来，但是鳄鱼直接开大，还有血手血量还足够，那边 Nanny 过来，最大的价值，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是怎么杀的。这波就是蓝波大招，然后炸弹人一个大没了，两个大的中心区域，他就是可能去接了那个 Q 对吧，但其实没有，他就是一个蓝波大又来了，但这波是找 Nanny， Nanny 有 TP 躲在侠阵里面没有办法潜行的，很机智啊，赶紧给一剑，但上路的内塔中是守不住，日夜耀白 Luki 是没有被晕眩住，但这边好像吃到了一个破败之王的一个 W 技能，或者鳄鱼的一个 W， 但是 Maria 进来吸了三个人，那第一时间 Winter 没有找到一个输出的一个距离，反而是军进转头直接被烤熟了，这边赶紧交闪先往后拉开， BNS 也是交闪，由 Winter 已经来到了一个正面的进场的阿卡丽是被老干爹的五个人给处决掉，以后 Mark 过来此道远方，这个是补偿一个输出熏烟倒下来，其实这边捡起了自己的军民已决，在墙内射出了一发箭以后，再一个通关天里拿下了这个 Ace，拿到 double kill， 那老干爹顺利的在第二条男爵出征之前，也是正面打出了一波完美团，零换五击败了 IG， 拿下了今天 BO3， 干净利落2-0，让我们恭喜老干爹，恭喜老干爹。好的，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刘航。首先我们要恭喜杭州 LGD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来到我们赛后采访区的嘉宾是我们的上单选手，今天有着非常非常出色表现的 Fairness， 欢迎 Fairness 来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LGD 的上单 Fairness。 欢迎 Fairness，现场的观众啊也是对你抱以的热烈的掌声啊，给你今天表现的一个肯定。第一个问题，其实你也是在前段时间刚刚轮换进首发阵容的，感觉你最近这几场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状态很好，你怎么评价自己最近这几场比赛的一个表现呢？因为之前就听到了很多对自己就不认可的评价，然后就心里很不舒服，就是然后有加倍的练，就是然后才会表现得这么好。哦，原来是因为有了不认可的评价，所以自己会更努力，心里更是憋了一股劲儿。的确最近这一场的比赛 Fairness 也是用实力回应了所有的不认可哈。那我们再聊聊今天的比赛，今天在第一局的时候你们是在最后一选为你选择了青钢影这个英雄，其实这个英雄你之前在比赛里面玩的也不多，然后也是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的选用，这算是今天面对上 IG 你们准备的一个秘密武器吗？也不算吧，首先就青钢影是我本来就没打职业之前就的那种招牌，然后再是就我们队伍可能需要一个后期的大和那个 AD 输出，就我们阵容整体选出来，然后我觉得青钢影很不错，我就选。哦，没打职业之前就是招牌，这一手藏得很久啊，藏得很深。那今天第一局的时候最后那一波非常的精彩，那一波你们其实是西叶先被秒掉了，你们在少了一个人的情况下仍然是非常果断的选择接下那波团战，当时是怎么去决策和沟通的呢？我记得当时已经很后期了吧，然后可能好像当时有龙魂，我们就死了一个人的话，我们再不打也是那个等死，所以只能背水一战。哦，背水一战，好在这个背水一战最后赢下了那场比赛的胜利啊。那其实来到了这个第二局，你们是拿到了吉格斯加上日女这样的一个下路的组合啊。在之前上一场对阵苏宁的比赛当中，你们也有选到吉格斯加上塞纳这个组合。其他队伍其实在这个赛季并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体系，为什么你们这么偏爱吉格斯这样的一个下路法核的体系呢？首先吉格斯在最近的版本有增强，然后其次是我们 AD 他很喜欢玩这种怪英雄，然后就他玩这种怪英雄很开心，然后
哦，原来是我们的 Kramer 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啊，英雄池也很深。那下一个问题，其实第二局啊，前期的交战非常的频繁，三分钟左右的时候，下路就已经开始大乱斗了哈。我们都知道 IG 也是一支非常喜欢打架并且擅长打架的队伍。那面对前期这种他们果断非常找主动找你们打架这样一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去沟通和决策的？因为我们阵容是，我是鳄鱼嘛，然后我们打野也是兰博，然后中路是破败，我们打架也是很强的，就我们不会怕他们，就是、啊、虽然对面很强，但是我们也不虚，我们打架也很强哈。那下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这个赛季我们的 Fearless 是换了一个新的 ID， 哎，为什么选择在这个赛季自己重新换了一个 ID？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就其实我本来想改 fearless 是勇敢的意思，但是不给改给别人用了，我只能乐和乐不分改成这个乐不分啊。本来想说 fearless， 最后改成了 fairness 哈、啊，好好，非常的可爱的。那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支持我们老干爹的粉丝，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现场包括屏幕前所有支持我们老干爹的粉丝说的话？就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老干爹吧，然后也包容我打得不好的时候。非常可爱也是非常善良自信的我们的 Fearless， 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给予 Fearless 包括我们的杭州 LGD 更多的支持。感谢 Fearless 接受我们的采访。